当老外第一次采茶，中国的茶文化全世界非常著名。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茶，中国茶是哪里来的？摘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那么 Marky 今天要把你们带上，咱们一起体验一下摘茶叶的这个过程，看一下茶是在哪里长的，然后还有怎么制作才能把它喝下去。那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来体验过摘茶的这种活动呢？感觉怎么样啊？评论里面跟我分享一下。我现在已经到地方了，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所以说今天的分享咱们就不多说了，直接开始。龟小伙子 Marky， 欢迎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视频。今天我当然又来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成都附近的金城山刀叉的一个公园。这边你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山，很多植物，然后这些后面全部都是茶叶。今天的这个活动 Marky 很久很久就已经想过来试一下了，一直都没有实现，今天终于可以实现了。然后这个也是 Marky 在中国这么久了第一次来体验一下这个摘叶的活动。然后我这边已经拿到了一个小的盒子，已经找到了一些茶啊，可以。现在在这边已经做了摘了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然后摘的没多少，但是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休闲的一个活动。现在已经感觉非常轻松，然后你一直在找这些合适的茶叶，因为太大了太老了就不行，必须要是比较新的这种比较绿的这种茶叶才行。然后边找边享受这个漂亮的风景，然后这边还特别安静，然后还有一个非常舒服的自然的味道，可以像度假一样，就是差不多像这种茶叶是最好的，比较新，比较年轻，然后带一芽一叶，这种可以，全部都是茶树。这边怎么还有果子呢？这个是茶锅吗？这个是啥？这个果子，这个茶果有什么作用呢？可以吃吗？如果你们知道，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这种就可以，一叶一芽。其实这个事情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因为有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这些茶叶合不合适，然后现在已经慢慢开始有感觉，有一些哪一些可以摘，哪一些没有必要摘。但是整体上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我都有点想过来，把这个当成我的职业，好休闲啊，好舒服啊，摘了这么久，摘了才这么少，好辛苦啊。你呢？啊，我觉得我也辛苦了。哇，对对，你的有点多，我的有点少，两个一起。哦，差不多可以。现在回去然后看一下这个茶叶摘完了该怎么办，该怎么制作，走吧。专业的茶室，现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手工摘的茶叶，然后要在这个很大的锅里面要炒。现在在等这个师傅来喽。它里面的核心没把它灭掉，灭掉只是它在生长，灭掉它变越来越厚。300多度的锅，这个还可以煮火锅，这个不行，不能煮火锅。还要四川是忘不了的火锅的。对的，有酒，炒起来了，炒菜喽。吃饭没有？还没吃，还没吃。爽啊！它有两个特效，第一个就是，一个就是，它两煮转过后，它的层次比较大一些了嘛。嗯。它就便于运输，便于储藏，它体积缩小了，缩小它就好储藏一些。嗯。
桑拿。现在我们的茶叶还在泡，然后我们过来在这边吃东西。现在已经来了两个金车山这边的特点，你们看一下，今天咱们吃啥子？这个是青椒炒蘑菇炒菌，然后这个是有茶叶的煎蛋。今天吃的不太多，但是非常经典。来嘛，来尝试一下这个炒的蘑菇，看起来还可以。好吃。然后还有这个茶叶炒鸡蛋，来一个嘛。还可以，就是没有太大的茶叶的味道，就是一个正常的简单做出来了，就是这个这样子的，看起来还可以。现在马克已经回到家里面了，然后今天去金城山的这个茶园摘茶叶的体验，我觉得非常爽，比我想象中还要好一些。我自己感觉摘茶叶是一个特别放松特别舒服的一个活动，但是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做茶或者这个茶叶也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事情。所以平时我们在超市里面或者在其他的地方看到的这些卖的特别便宜的这些茶，我真的觉得佩服了。等茶叶成熟了，然后手工去摘茶叶，再去炒，再去包装，再去卖出去，真的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过程。今天我们一起就来体验了一下，然后今天我们摘的这些茶叶我们也可以带上，这个就是我们摘的那些茶叶。问一下，真的很香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因为我就知道今天我亲自自己去到这个茶的公园里面自己摘的自己炒的，然后现在我还可以喝。现在已经很期待下一次跑一下喝一下自己摘的茶叶。那么我的朋友们，今天的分享也就差不多了，现在马克要说再见了。今天体验的这个视频如果你们感觉比较有意思的话，还可以的话，那就点个赞呗，关注一下马克。如果你比较喜欢看马克的视频的话，那你就在下一期又过来看一下我要去哪里刷。